不快吗？我妈脸皮也吃了，啥时候我都当了说是工，也吃了，跟我的衣服俺穿了过，对不对？这个脸面皮也强，脸面的皮强，我有的衣服，脸皮也吃了少不呀？脸面的皮强，我的少不呀？俺衣服，这些，对不对？都苦骂给了过了谁看吧？过了工俺老气吧？吃了过了俺老气的。一家爸爸的爹妈的白叫，他看到土木家铺，蒙古人嘛木木浪铺，爹妈的白叫起来，对他路边啥事呢？江村子的六八里边，不是算的破烂的，然后他家他看别个就为家里一人嘛，有苦快嘛，然后的达赖喇嘛没来上课。在那到过好不来的，个把路没有回不了的。啥子那不给力，东回没去，路没绕的，阿没给力。都靠路没有苗种土，跟人们呢没跟呢。大家苗根上亏的很，不一定能办嘞。木工啊多，几股票都快不没搞。等你等你路阿没，天下来明白。江山路标，阿哥多，加哥上个坡，不离开加这个带兵嘛，这里都倒霉。内马的枪加上用，派的梦想梦，老一老古更加乌，带用上个乌，带马江民雷崩民，啥事那都倒霉，啥事那当亏没人明白，阿都不完嘞。你这不对我的电笔啊吃了我的啥子那多比都快看吧啥子没有多路啥子没有多看啥用加上货多不离不离个人都给我们货多都快看看吧啥子那我都通的一直我的脾气绿的我用的我妈的去给了过了一妈过谁看吧